YouTube Drama 2018。 在国外我们有 KSI vs Logan Paul， 在马来西亚呢我们有宗盛 vs Cody。 那我相信有一些观众呢就会想要听听一下老吴到底对于这件事情呢你是什么看法。来打王者，又推出了新的刺客法师英雄，名字叫做蚂蚁。那之前呢，有在脸书呢，还有其他的平台呢，有稍微看一下他的技能，很帅哟。终于等到新的英雄出来了，然后也在这个新的版本里面呢，有这个什么新元皮肤啊，然后还有还蛮多的英雄消了，那个。我最常玩的那个元哥也消了，最近只是他自家冷却了，那基本上还有什么项羽也是消了，还有什么东西消了，好多消好多。那反之呢，加强的呢是有庄周、曹操，曹操有节控吗，然后还有什么韩信嘛，这些都加强了。来看一下动画好了，很帅哦。哇哇，法术伤害吗？那听说这个正式版的时候呢，它是好像不能暴击了。等下我们来试看一下皮肤呢，皮肤需要28的皮肤碎片，红色的。哇，为什么我要打？哎呀，也忘记了，推出了新的猴子的皮肤，好漂亮哦！这个是要抽了吧？好贵哦，这个。神一般的漂亮，然后还有鬼谷子，还有嬴政，嬴政已经换了，新的动画吗？变得好帅哦！新元皮肤，什么鬼来？玩的 Sim 吗？现在王者已经加入了 The Sim 的成分了，可以换衣服啊！好吧，我们呢来看一下，是一名极度死蚂蚁的英雄教学，一身的刺客型英雄。出色的收割能力搭配强大位移，使得司马懿出入战场游刃有余。游刃有余，游刃百百余。被动技能，被动技能，静默之眼。能够获得一定范围内施法者的视野，且敌方施放技能会为自己回复部分能量。每次击杀或者助攻，能够获得能量上限的提升。他是用能量了，没有蓝条了。技能后会将普攻替换为巨大的镰刀攻击，持续一段时间。镰刀每次攻击会造成额外的法术伤害，替换为镰刀后的首次攻击可位移到目标背后，且额外增加一定伤害。镰刀死神样子哦！被动技能一则可以获得敌人的视野，起到侦察的效果。侦察、哦。另外，使得司马懿每次使用技能之后的普攻获得强化。强化普攻的第一刀能直接突进到敌人的身后，同时强化普攻变为范围更大、距离更广的镰刀攻击。所以说他的被动呢，就是可以探测到附近，如果在他的附近的敌人呢使用技能的时候呢，他的那个能量值就会加。我开技能加，我开技能加，我开大招加啊！然后还有的就是我出技能，我自己本身随便出一个技能的时候呢，他出一个镰刀就会很砍，就会范围比较大。OK， 来，你们听得懂了吗？一技能，右影技咬灵体，对穿过的敌人造成法术伤害。啊，鬼谷子这样释放灵体，灵体将会移动至灵体的位置，并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法术伤害和短暂减速效果。一技能是司马懿的主要突进技能，作用是绕到敌人附近进行刺杀。当然，鬼谷子这样隐形来躲避敌人的技能伤害。二技能，第二技能。荒芜之域会对周围的所有单位造成法术伤害与沉默效果。周围一定时间后，沉默还在伤害区域内，则会回复部分能量。啊、二技能附带一个被动效果，就是我开一个圈，如果我在圈里面，我的能量会回法术伤害，并在一段时间内持续转化为生命值。二技能，这是司马懿的限制技能，会造成大面积的沉默效果，同时还能为司马懿恢复能量值。三技能降临。死神降临，司马懿短暂的蓄力后向指定地点冲击，对目标范围及路径上的敌人造成法术伤害。影片都是这招。三技能具有一定的瞬间爆发伤害，超长的位移技能可以让司马懿快速的进入战场或者脱离战
场，飞过去哦！司马懿的我的口水都喷出来哦！司马懿的连招技巧连招：普攻二，普攻一，普攻三，普攻一有二普攻，夜普攻限制敌人使用技能。然后使用一技能追击敌人，使用技能的同时利用强化普攻打出伤害。司马懿的技能位移多且伤害爆炸，而合理使用能量就成了玩好这个英雄的关键。被动效果问题是他能量是要靠对方并进行定向打击，对方出技能我才回复能量，保证自身有一套技能的能量储备，以免出现无法释放技能的尴尬。无法释放技能的尴尬，哎呀，司马懿技没让我来直接来匹配一场就知道了。带什么技能打野吧，好像还蛮多人打野的。带一个什么鬼名，带一个法穿系乃铭文。看一下我们的触霜好了，这些都是他们自动帮我们配的一些。这是什么，为什么出这第一个十字预言，这拿来干嘛啊？不用十字预言的啦，直接打野刀这一套。哇，这个神一般的暴击哦，我们到时候再来换吧。好像是这一次好像是完全不能暴击的嘛，可惜了。你说什么啊，你卖卵啦，谁不能，你自己怎么写的，不能谁不能？抢了信用，抢了信用。啊！怎么的？我怎么的？盖掉他的声音吗？很烦呢。我们都在讲什么？那身上一技能还是二技能呢？二技能是范围，一技能是突进，一技能吧？不知道他的普攻怎样？普攻其实是远距离的嘞。他普攻是远距离，一技能。然后呢？我在一技能的时候是不能够打了，打样一次了吼，没有，还要等时间，时间到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再回去。哎，我的蓝没有啦，真快乐，看来没办法了，既然他这样子对我，我就不好意思要杀他一个轮桃了。我以为什么是你，哇，什么鬼啊，这么快他就 GG 的吗？特技能，他走路好慢哦，其实，因为我没有带鞋吧。是韩信的，这是什么？哦，原来韩信打掉我们的蓝呐、啊！为什么我打野他又来打野？进啊！发起进攻！嘿，嘿，哈哈哈！我死啊！剥削！看一下我大招，我大招距离，神一般的远。我要学他的连招了，直接大招起手，喂，很卡、啊，四六零啊，谁发财？滚！二技能，啊、来打。哎，为什么我跳去里面呢？你又抢我的蓝，做么哩？又抢我的野，又抢我的蓝。看我出一下二技能好了。二技能，就是范围里面我全部。哦，如果我出二技能，我也是可以突进的。就是我按一下普攻的时候，他还是会过去。看看，我等他的那个招完先，过来，过过过过过过，过来，迅迅神剑，打啦！谁好举？你信不信个？哎呦，哎，干将梦魇，哎呀，他为什么会跑去后面的？我不明白。我还是二技能，我普一个普攻，我还跑去后面的我。没有啦，可能后面 WiFi 也比较强一点呢、啊。哎，直接大招走，哇哈哈哈哈，哇，可以哦，哇，比大德士还要快呢。为什么我一直会看到他的呢？哦，是因为我的被动，我的被动可以看到人，我就奇怪为什么在附近的时候我这样子很强哎。气血出数了，我们来出一个那个什么加这个啦。OK OK OK， 鬼谷子要死还不走啊？跟我过去啊！普攻成戒，二技能，再普攻，普攻你过去啊！普攻，哎呀！有韩信必输，韩信不是加强了吗？他大招有现在有免伤啊！喂，他们全部投降了，第一场就输了。劈他一刀，神剑，劈他，劈他，劈他，出技能，你出技能，出多一点技能 ，OK， 是虞姬 ，OK， 虞姬不用顶，你给他，给他这个韩信去打。对啊，就是这样子的，看他双打野吗？看他还敢双打野。沉默，
再拼！大招！我大招退后一下，哦，直接就死了。这韩信，你看，我们全世界在守塔，他在打龙啊！我们的塔也就是的。哎呀！哇，这样子打法还有 MVP 耶！哇，最高输出打野刀不可以打野刀，要用这把啊！这样子这个装备好像不错。嘿，二技能比较好啊，应该先设二技能，因为我在我的范围里面，它会回复能量。所以我会回回我的能量会回来，这样子就好打了。哎，早点讲啊，老吴。这技能，哎，这技能是浪费我的能量的 ，sexy 的。我们要什么技能？一技能先进场，然后二技能再加普攻，然后这个时候我的能量好像有一点的时候呢，先撤退，然后一个大招过去，然后再二技能，再一个技能，然后承接他。然后我的普攻嘞，我不知道。你跑去哪里啊，大招？神界 sexy 了。我进去一技能，劈台刀。OK， 抢人头，老吴是很厉害的，你知道？什么都没有玩到。你要做梦，马可波罗看球啊！刚才马可过激，现在又有一条犯谁过激？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游戏到底要怎么玩。哎呀，我玩过了。拉拉贝尔，他的名字幽人文，幽人文。二技能，劈台刀走进里面。OK， 再劈。哇，这么快 ，enemy triple kill 啊！你这么劈那个兵的嘞？谁设计你去劈那个兵的？哎呀！哎，开门来，开门！人卡了，母猴！大招直接砍他！哎，再劈台刀，二技能，劈台刀，劈，再劈，再劈，再劈！啊！哎，走了，不要砍了 ，stop 啦！一技能，劈个龙，要不然我出不来。可以了，好像是按普攻了就会解除我的。我终于开了，中了几千个人了，我走过去吸一点能量先。你们有过去要把他打？哎，进给他们，进攻，二技能，一技能，臣妾，走啊！哇，不错。哎，中路，走过去吸一点能量先，吸，可以啊，直接过去啊。劈台刀，二技能再劈台刀，一技能再劈刀，成剑再劈。OK， 二技能解控，首先不是解控啦，是沉默。沉默，哎，好像很厉害哦。我觉得这个英雄啊，真的是要留意他那个能量值啊。走去多人的地方，先吸点能量先，他呢就是他，劈刀然后再回来。You know the step， 二技能一个圈劈一刀走回来，劈刀走回来。你要懂得这个操作，走过来那边吸点能量先。哎，我吸点能量不是，哎 ，WiFi 吸一点啊，要不然这样卡怎么玩？沉默他，一技能是劈，大招，切过去，二技能劈台刀啊，走一圈哦。Sometimes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kill the opponent.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 press. 终于这样子，我不想回家。我是一个不回家的男人。爱上一个不回家的男人。哎，好像有一点的 rap 哦。这边很卡，他们在开团的时候，我走过去吸点能量。来，准备吸点能量，一技能，劈来打神剑。哇，劈了直接死哦。贤者蛛丝出，哇，我的装备，
要来四个砍一个人，我强化普攻，难打的，难打的。哎，亚瑟，哇，他们打起来嘞，惨了，开始撤退，他们打了，惨了。哎呀，他们打什么团？这要分散的哦，几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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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惨了，我死死死，走了，周末，周末三打一呀、啊。三打一打嘛春啊他，你看，我才谁吃不了，不要，后羿做点东西，后羿，后羿请点兵，后羿请点兵，后羿，后羿，哎呀不行，这怎么一回事哦？好啦，我们的今天的死蚂蚁这个英雄的影片呢，先到这里啦。这个英雄还是好像还偏蛮后期的，前期捡到多一点人头的话呢，OK 的啦。好啦，我们下期再见，出发。耶、yeah, ，我们今天呢，我们去买我们的地方规则东西。耶、yeah.。